这里是百米跨栏最终决赛现场，现在选手已经就位，裁判枪待机准备，三二一，砰！选手冲出了起跑线，他即将跨过第一个跨栏。哦，发生了什么？居然是卡纸了！在这么重大的比赛现场，居然发生了这样的失误。后勤部门紧急预案启动了，他们拿出了百万复印纸，迅速完成了更换程序，重新启动了打印机。好的，我们回到比赛现场，选手重新就位，砰！出发！百望选手来到了第一个跨栏，非常敏捷地跨过去了，高速打印，色彩亮丽，线条锐利，文字清晰，不易玷污。最后一个障碍了，节省墨水。恭喜百望绿色80号选手，哦，他冲过了终点，取得本次比赛最终胜利。高速流畅，专业时刻，信任更专业的纸。